来吧，小伙伴们，大海退潮了，今天晴空万里，我带上我的无敌小夹子出发赶海喽。这是一只刚出生的小八爪鱼宝宝，呵呵，挺可爱的。你看这家伙的脸啊，是不是有点像红脸的关公，长得有点吓人，还在这爬呢。没见过派大星散步吧？其实啊，它爬行的速度也是很快的。我带你回家吧。来好东西了，海参。这下面啊还有两只，虽然不大，都是野生的啊，收了你们。发现一只海胆，这个叫马粪海胆。看这儿还有一个啊，都带走。这是个什么表情？来，出来，紫色的缩蟹。哎呦，哇，紫色的缩蟹啊，挺大个头的，收了。这儿有个小蟹蟹，哟。正在搞建设呢，这是。哼，螃蟹打窝可是一把好手，就不打扰它了。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跟块猪肝似的。哎呦我天哪！哎呦呦，哎呦，吓人哦！大海螺怎么趴在沙子上？哦，寄居蟹，去，这么多的派大星啊，全部带回去啊，做成标本啊，送给点红心的小可爱。